我们赖明伟玩那个高八度低八度，他还没唱哎，我们知道，等一下我给他唱啊，不要担心，你先玩玩那个高八度低八度，我们就让他唱歌，真的要玩，玩一下玩一下，赖明伟你陪他一下。 这样是何苦呢？这样他不就很辛苦了？对呀，你在干什么？所以你要来 give me five。比低。 得以为我有杀手锏，我可以用眼笑着扮演你的陪唱，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。如果你不想要，想退出要挣扎，没有必要一起到老。我要唱啊，不能只是拉长音啊。可以啊，可以啦，你不要把他逼疯。我再帮他开一张。OK， 所以等一下应该就OK了。真的吗？对。他不会翻脸吗？因为他睡觉时间一定要非常中。